看公告，发现你又变强了呀。这下你在热湾算是站得住脚了，成为职业车手的感觉很棒吧？再努力一下，估计大伙儿都得记住你了。开始导航。当卡车司机可真不容易。天哪，他的主人肯定很伤心吧？都怪追击队，我们小心撞车。事故车放好了，趁追击队来之前，快送去目的地吧。保证送到。哎呦，车技不错嘛，等我有钱了就雇你当司机。我还没使出真本事呢。开始导航。150米后左转。想来找虐的，等着瞧吧。
是埃尔玛集团双子楼。开始导航。前方是溶洞景区瀑布观光点。